走。咦，这纸鸢指引我们到这里，只怕宅女就在里面，我们得想办法进去看看。咦，那个公主，那毯子的是公主大人。欢迎大驾光临，我等你们很久了。伊伦之路堡主，你把战役怎么了？别紧张，只是给他吃了一点蒙汗药，免得他闹起来天摇地动，不碍事的。阿尔泰巴，当初在营地把你打得大败的就是他们。是的，都怪属下无能，不但败战逃回堡内，还因而引敌人入内，真是罪该万死，还请堡主降罪。看来今日可以好好活动筋骨了。伊伦哲洛堡主，我们受神阙公之托来迎接才女，请你将她交还给我们，否则我们只好得罪了。哼，没想到鼎鼎大名的神阙公竟然会派个后生小鬼来要人，我倒想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哼，好身手。真的，你莫非你是？有趣，没想到还有这种事。我改变主意了，伊伦哲罗是我的假名，我的本名叫黄甫森。堡主，你没事，告诉他们也无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夏侯仪，还请皇甫堡主多多指教。夏侯仪，好，我记住了。只要你能打倒我，宅女，我可以毫发无伤地还给你。但若你败了，你们一伙的性命就都得留在这里，如何？我等来此救人，本就不惜一战。既然皇甫堡主有这个雅兴，我们奉陪便是。好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了，夏侯小子。奥台巴，咱们上，遵命。离火神，停手！咱们到此为止。夏侯仪，你们可以把宅女带走了。阿尔泰巴，你负责送客。皇甫堡主，我们应该还没有分出胜负，为何？不用比了，我只是想试试你们而已。既然你们都已经出现，我留着宅女也已没用。多谢堡主。小兄弟，你们的事情已了，接下来是我的事。黄甫森老是不分日夜地钻研你所收集的典籍，最终流尽灯火而死，这笔账要怎么算？你的老师葛梅尔一生寻找波兰，他骤然去世，你应该是看到某物后一时惊喜，引动心计血涌而死的吧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葛梅尔也知道罗侯双死，你看我背后的壁画，这是千年前楼兰城的遗物，我好不容易才带回来的。那是霍雍？有这种事？难道他真的是千年前的人？老师他，冰妮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叫我冰妮就好。你一直都是那样叫我的。冰妮，我们先离开这里吧。多谢黄甫堡主把渣女归还。我去看看，
古伦的，若你与尊师之事仍不释怀，可改天再来此找我算账，我黄甫森绝不畏避。夏侯仪，看来咱们缘分非浅，来日必有再会之时，届时我会再多告诉你一点事情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两人很快又将再度相见。